第十一题，呈上题，火焰童拿着总质量一公斤的水杯，小心翼翼地做等速度运动。当他向右前进十公尺时，请问合力对水杯做功为多少？假设过程中水位溢出。我们晓得做功的方法计算是 W 等于 F 乘 X。那么这题问我们合力做功，老师上课强调过了，看到等速度三个字就要想到呢，合力等于零。他问的是合力做功，合力是零，所以不管我们位移有多少，我们的做功都是零。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合力对水杯做功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零焦耳。